小伙伴们说他是两段生命啊，我能打过他吗？哎呦我去，你干啥呀，你叨叨叨叨叨叨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啊，黑神话悟空啊。好吧，咱们现在啊应该往前走了，咱们上回把那个广谋给打败了啊，还有大头怪给打败了，咱们继续往前走啊。去哪儿呢？去白雾泽。撤，那个好多小伙伴啊正在交火焰啊，你应该这么打那么打是吧，这个房间里的小伙伴都是我的师傅一样。 OK， 那咱们瞅一眼啊，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往前走吧。我是特意等着小伙伴嘛，我没有自个儿特意玩啊。我去，快来，我先给你一棍，然后大头怪，我去你的吧，挂了啊。谁呀这是？猴子，哼，你谁呀？有个猴子出来了啊！啊，胆中猪 ，Hello， 你谁呀？哎，这猴我没见过呀，来搜一下啊，是吧？涨我们的灵力，你是怎么事啊？哦，可以啊，这小猴有意思。还有，哎，他是做酒的吗 ？Hello 啊，瞧瞧瞧，这模样多半也是花果山来的猴子。对，我是花果山来的。说我论辈分，我得叫他祖宗。好，他被贬了，说啊，贬到这儿来的。好吧，我看一下葫芦升级能升吗？长按 E。 哎呀，我的葫芦变样了。材料需要什么呀？香藤啊、哦，那个香藤是刚才路过的地方有一个藤啊。OK， 这啥？九品升级，材料不足，需要山东虫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炮制空的这玩意儿啊。OK， 可以了吗？他说他身内有丹药，外边采集网徒劳，好了吗？少量增加毒性，抗性是吧？啊，抗毒的，这装完了呗，取出使用。哦，酒里边加这个东西是吧？胆中猪，我的妈，我嘴都瓢了。这是卖东西的，你卖啥？这什么玩意儿？随身三个，饮用后短时间内缓慢恢复生命值，没什么用啊。这个呢，我没，这玩意儿有用吗？买一个吧。OK， 这个呢也没了啊。OK， 炮制这里边呗，加一位这个呗。使用哦，这是两种呗是吧，一个是抗毒的，一个是恢复血量的。那我来这个血量的啊。 OK， 缓慢回血的啊。卖，你要啥呀？哦，这玩意儿行吧。酒葫芦啊，升了点级是吧。 OK， 你为什么被贬到这儿来了？这猴挺有意思，他这些坛子我还想给打碎呢，不好使啊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。这有个屋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有个箱子，打开啊，看看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刚才那个钱啊，就是卖的那个东西，这也能打碎了是吧。打碎这些瓶瓶罐罐呢，咱们可以得到那个什么啊，少许的灵力是吧。他这下边好像可以下去吧，可以下吗？可以下。哎呀，这有一个东西，什么？这是隔草，这玩意儿好像有用啊。哦，是从这上面下来的呗，那边是翻的那屋是吧。我怕错过哪儿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啊好多细节啊，你要是错过就错过了。还有吗？哎呦，这边不能下去了，溜达溜达啊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水池子，这上不去啊。哎呀，不是碰上那个白衣居士了？小伙伴们老说白衣居士的来了。你谁呀？哎呀，上面站个人呢。哦，来了，我去，哇，好像是个茧。我去，你怎么长这样呢？白衣居士叫是吧？对，我来揍你来了。小伙伴们说他是两段生命啊，我能打过他吗？哎呦我去，你干啥呀？你叨叨叨叨叨叨，存棍啊！哎呦我去，我喝口药吧。这你都能打着啊？他的套路我得熟一熟啊！来来来，等一会儿，你怎么事呢？去去去，他一直打我呢。哎呦我去，你挺厉害你啊！去去去。哎呦我的妈，不行，哇，这么厉害这个货。撤。哎呦我的妈，哇，他太快了。大头快出来，大头。哎呦我的妈，定。哎呦我的个天哪，太难打了。不是，你让我蓄个力呀、啊、我去。哎呦我的妈，我感觉我赶不过他呀，这才一段呢。我的妈，太厉害了这呀。打不过他，小伙伴们，他太厉害了。哎呦我去的，小伙伴说可以硬刚，我刚个六啊，我把药都喝没了，竟能扯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白衣居士太厉害了，加了这个酒啊也没什么鸟用啊。我刚才把大头那个技能给用了是不是啊？我感觉猴啊，我打不过他呀。哎呦我去的，这太狠了。我看啊，我应该那什么吗？那个我看一下啊，应该是跟毒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吧。炮制，
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试一试啊，我感觉白扯，走走走走走，太难打了这个货呀，搁那等我呢，我躲这儿行不行？我这地形我都不熟，哎，我没劲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吹吹吹吹吹，不行啊，我吃口药啊，我的妈，你来来来，你停一停，来，你停一停。哎，我感觉怎么，我的妈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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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妈，不给机会喝药啊，哎呀我的妈，这哪是白衣居士啊，我是白送死来了，我的妈，太厉害了。我想一想啊，不对，我都升到快四十级了，小伙伴，等会儿啊，我再调整一下我的策略，我感觉我能干过的，有点勉强，就是披挂，不对不对，不是披挂的事儿，我看一下修行精炼，我找的人不对，我应该找他，这个行不行 ？OK， 这样，然后这样是吧？我找一下啊，找他，然后呢，我换个人，蛤蟆对他好像没什么用啊。我用广谋吧，我试试行不行啊 ？OK， 走。那个纯棍呢，纯的也慢。等会儿啊，先到这儿是吧？我刚才气力都不够了，来吧，没劲儿了。定，给你一棍。哎呦我去，来吧，去去去，喝药喝不过来，你怎么？来来来，哎呦我去，第一段是吧？完事儿了，第二段才是重中之重是吧？不好打呀，我的妈！你苦苦相逼好不好？他说我苦苦相逼，你要点脸不？我去我去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扛着我打呀！定，快快快快喝药喝药！药药药！我去，药没了，放不出来呢，怎么？那个什么呀，广谋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去！哇，根本打不过他，小伙伴们，不是广谋子不好使呢？哎呦我去，没有药了。定！哎呦我去！哎呀我的妈，真打不过他。不是广谋，我没放出来过冷却啥呀？小伙伴们说你得等他冷却，都没放出来呀。哎呀我的妈，感觉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装备啊，或者是哪儿的问题，不是这广谋不行，那我还得拿那个大头啊，我怎么感觉用不出来呢？等会儿啊，不是这儿，不是这儿，这能升级吗？升级我没有材料啊，没有材料，分析一下啊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大头吧，增加那个防御力的，这减少许跳跃，跳跃攻击消耗的气力，跳跃啊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能行不？看一下吧，是不是啊？浪里个浪可能帮我一把啊。蛤蟆精，刚才那个地方打架不是水那个地方吗？哎我的妈，好吧小伙伴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下一期吧啊，看看下一期能不能把这个白衣秀士啊给打败啊。